哦，好壮观！有没有看到壮观哈？充其枪的意思。美其名，你们要借可以，到时候到那个警察屠宰所来登记。其实他就是没收嘛。我们以前结婚的时候，一定要到这边来祭拜。因为我小时候常来这边嘛，为了我安利华梯从这边留下来。对，每个校友都很好，尤其是小朋友，一件生活不好，我们自己做面包啦、巧克力的，所以小朋友都很喜欢到这边来。